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这个念佛法门你要专一起心，不但念佛法门要专一起心，就是修其他种种的法门也都要专一起心。你心不旁目，你不闻想旁的东西啊，一心念佛，念到一心，一心念念一心，一心这个念佛相应了，就得到念佛三昧。这念佛三昧，你首先要得到一心不乱。这一心不乱，也就是啊，只有一个心念佛，没有其他的妄想的。啊，这时候你念到一心不乱，刮风也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个流水也是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个木鱼响的声也是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个大庆啊响的声音也是南无阿弥陀佛，所有一切的声音都是变成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所有一切的形象就变成南无阿弥陀佛的形象啊，这个尽虚空变法界无非阿弥陀佛的形象啊，这个所有的声音也是阿弥陀佛的声音啊，我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我和阿弥陀佛啊是二不二啊，打成一片，那么打成一片了，没有其他的妄想了，这时候就好像啊那个电灯的开关似的，把那个电灯的开关开开了，大放光明啊，大尽虚空变法界无非一个大光明藏，尽虚空变法界无非是一个阿弥陀佛，尽虚空变法界无非是阿弥陀佛的声音，这时候你和阿弥陀佛啊合二为一了，你想要不生极乐世界也是不可能的，说是呢要这样的我就不念佛了啊，为什么呢，我就怕我现在生极乐世界，我知道啊有人说生极乐世界就死了，那么我因为不愿意死啊，所以我现在不要念佛了也好的，你不愿意念佛呀啊，这不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你不愿意往生是可以的，因为阿弥陀佛满众生的愿，你要说我怕现在往生，那你可以呀、啊、现在把佛念预备在这儿，等你临命终的时候啊就用得着了，
所以啊，你也不要怕，你不愿意往生，阿弥陀佛不会强把你拉去往生去，抓着你去往生去，不会的。所以你都不要担这个心好，你都是啊念这个一心不乱，得到念佛三昧啊，那么得到念佛三昧啊，你得到清净了啊，你得到清净，等将来临命终的时候啊，一定是阿弥陀佛现前来接引你，所以你现在也不要怕，不要说是啊我不愿意往生就不念佛了。为什么要现在念佛呢？就因为等到往生的时候怕你不记得忘了，所以啊凡事预在立不预在废啊，所有的事情你预先准备好了这个事情就能圆满。你预先不准备好了，等到啊临可绝境就来不及了。所以我们现在呀参加这个万佛城的念佛期，这不是一生二生三世五生三四五生而种善根呢才能得到的，这是在无量啊劫以前已经种诸善根呢，才能到万佛城参加第一个佛期的法会。在这个法会里边呢，咱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小了，你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要勇猛精进呢跑到人前面去，不要落到人后边来。所以呀咱们在这个万佛城啊，这是将来是世界佛教的一个发源地，咱们谁呀跑到前边，谁先开悟啊，谁就啊将来会领导世界的佛教的啊。你不要把自己呀责任看得认不清楚啊，你看不见认不清楚。那么现在在这个国家啊，有很多美国人呢现在来学佛法，尤其啊这个果圣啊，你们各位知道这个果圣，我为什么给他起一个名字叫果圣？因为啊他已经啊入圣流了，已经啊在往昔呀、啊、修着四十二手眼，所以啊现在他会用手治病。凡是用手治病的这些个人呢，都是在以前呢修过四十二手眼的。那么这一类的人呢，在中国呀在唐朝的时候就办移民手续向这个美国来，唐宋元明清这每一个朝代呀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教徒移民到美国来做美国人啊，做美国人。所以现在你们看看有一些个人呢，那个鼻子长得好像中国人，有的那个嘴巴长得像好像中国人，有的那个眼睛长得好像中国人，有的那个耳朵啊长得好像中国人，有的那个眉毛长得像中国人，有的那个头发长得像中国人，有的啊那个手长得像中国人，有的那个皮肤长得像中国人啊，这都是啊在早移民来的啊，唐宋元明清这么多的朝代移民来，大要最低限度有300万，这300万的佛教徒啊到这儿来都是啊预备给这个佛教来做开荒的啊，现在呀要结果了啊，要开荒啊下种啊，结果收成的时候啊那在100年以后。所以呀你们各位呀要认清楚自己是个什么人啊，说是啊我是个美国人啊，你是现在是美国人，你以前呢是不是美国人，这是不
不知道的。那么这个为什么要说这个，这个果圣啊，其中也是移民之一啊，也是其中一个移民的一份子，所以你看他那么矮，像亚洲人啊，你们这一点，并且现在啊，他已经啊，能以啊看见你们所看不见的东西，他也能听见你们所听不见的东西，所以啊，这是啊，一个很好的证明。你们各位啊，不可以不用功，不可以啊，不老老实实的。最不守规矩那个人呢，也应该要改过迁善了，不要那么刚强。那刚强啊，修道的人不可以刚强，刚强呢就是太无知识了。你应该呀，自己回光返照，看看自己，自己呀，尽量的要改善自己啊，不要净和人家辩论。那口里和人辩论呢，那没有用的。你心里真要拿出志气来，要改善自己的这种性格，这才可以。那么这个佛七呀、啊，常常有人讲开示，无论哪一位讲开示啊，都要根据《阿弥陀经》来讲，不可以离开《阿弥陀经》，因为我们念佛七呀、啊，就是研究《阿弥陀经》的一个方法，咱们不要像以前呢，讲开示的人乱讲乱讲的，他讲的离了题了。念佛的法门呢，你讲成一个又是一窝鸡呀、啊，又是一窝猪啊，又是一窝狗了，这个样子是没有意思的。咱们无论哪一个，都要根据《阿弥陀经》呢来讲。那么在昨天呢，这个果相讲的这个《阿弥陀经》的道理，我听的都很好的，所以啊，咱们各位讲开示的时候，一定要啊，研究研究《阿弥陀经》，提出来《阿弥陀经》的哪一段来对着大家讲，不可以在这个佛堂里啊，讲一些个吃狗肉、喝烧酒的事情。什么？你声音本来很高的，你也欢喜高，那么大家要说是你不相当，那就低一点嘛。这很容易的嘛，这不是一个很难改的一个事情，懂没懂？你最好啊，就是翻译的时候声音大一点。或者讲力气的时候声音大一点，平时啊，他们说你声音太高，你就可以低一点嘛。这不是很难改的一个事情啊。听得懂吗？还有谁有什么事情啊？新来的人叫 Henry， 他说。他问师父可以不可以解释，在极乐世界有七行书跟就是七什么没有，就是要解释师父解释这些个。他们要什么时候走啊？大概礼拜三。他们要愿意在这儿打气，他就可以在这儿打气，不要有时间不一定走。我明天可以给他讲这些他问的问题。有钱没有钱的没有关系。还有谁有什么警戒，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讲一讲。一定什么成不了，那你就要用功嘛。要用功，不但可以到极乐世界，
你到十方世界都可以。你没有看见那个华严经上说菩萨一字见身，在其他十方国度那供养诸佛，这样你要能做了菩萨，你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的。你要至于留恋这个娑婆世界，又放不下这个九色财气，又放不下名闻利养，那你什么地方也不能去的。也就好像你有了钱的人，你可以去这游历全世界，没有钱的人，你想到什么地方去都寸步难行。那个菩萨就譬如有钱的人，那个凡夫就譬如穷人，懂了吗？翻译给他们听听。佛子譬如月轮，阎浮提人见其轻小，而已不减。月中住者见其形大，而已不增。菩萨摩诃萨以佛入室，住此三昧，遂其心乐，见诸佛身种种化相，言辞言法，受持不忘，而如来身不增不减。这个所有的众生啊，以业报的关系而见呢种种不同的形象，在天上的人见着这个人间的水，他就啊认为是琉璃。恶鬼见着水呢，他又觉得那个水是火，能烧它。那么这个各有各的这种业报不同，所以所见的形象也是不同的。在这个菩萨呀，在这个经里边所见的这个佛身有大有小啊，各种不同。可是啊，这个佛的本身也不增不减的。所以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现在再给你们举出一个譬喻来，来呀，形容这个佛身是无大无小的，不增不减的。譬如什么呢？譬如月轮呢，就好像月光啊，月光轮啊，阎浮提人，俺们这个是娑婆世界叫南阎浮提啊，因为以这个南阎浮提啊这个檀金树做它的名字，所以叫南阎浮提。
俺们这个南阎浮提的人见着啊这个月光轮呢，见其形小，见这个月光啊是很小的一个月亮，可是啊这个月光的本体啊它也没有减少一点点。月中住者，这个月光里头啊，咱们现在探月球，说是月球里边呢没有生物，月球里边是有生物，不过我们这个人肉眼看不见的。月球里边有天人在那儿住，有菩萨在那儿住，有阿罗汉在那儿住，在那儿修行，有一切的仙人在那儿住，不过这些个人不是我们肉眼可能见的，所以呀、啊，就是见着也不认识，他才多数在那入定了。那么还有其他的众生在这个月球里边住，可是啊，月球里边住的众生啊，见其形大，见这个月光啊。月光轮呢，很大很大的一个世界，很大很大的一个地球，在那儿而已不增啊。但是啊，他见着这个地月光的轮呢，虽然大，可是啊，这个月光轮也没有增加一点点。就是人所见的不同而已啊。菩萨摩诃萨呀，在这个修行六度万行积聚种种善根的大菩萨，一复入世，也就像这个人在这个南阎浮提看着月光，或者呀在月球里边来见这个月的本体是一样的啊。诸此三昧在这个正定正受里边，虽其心乐，虽他自己心里所欢喜的啊，见诸佛身呢、也见着这个佛身种种化相，种种的变化相啊，言辞言法，他在那儿啊所说的言辞来演说这一切的妙法，受持不忘。那么这个菩萨呀，听见这个佛说法呀，所说的言辞啊，他受持不忘啊，能以呀、啊、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在这个定中啊，所闻的法啊，都啊不会忘失的。而如来身呢，不增不减呢。而这个佛身的本身呢，也是尽虚空变法界，它是不增不减的啊。所以啊，俺们人都要啊对佛的法身要认识，它是不增不减的。佛子譬如众
命中之后享受生死，不离于心，所见清净，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不离于此甚深三昧，所见清净，佛菩萨摩诃萨住此三昧，成就十种速机法，何者为十？所谓速增诸横圆满大愿，普贤菩萨又称一声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啊，我再给你们说一个譬喻，譬如什么呢？譬如这个众生啊，命中之后享受生死，譬如啊，这一切的众生死了之后，在这个前五阴已断，后五阴没有生，这就叫中阴身。前五阴筛受想行识，那么已经啊断了，后将来受生的时候，这个五阴还没有成就，筛受想行识还没有，这时候叫一个中阴身。这个中阴身呢，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鬼，普通人所知道的就是这个鬼。这个鬼呀，就是前五阴已断，后五阴未生。这鬼呀，想要受生的时候，无论和谁有缘，就是在千里万里，他也有这种电波会感应道交，也可以说是雷达，雷达。那么千里万里啊，在一念之间他就到了，在那受生去，在那受生呢，他以什么受生呢？就以他这个心，不离于心。那么这个心呢，要是阳，譬如啊，就是性，就是神。那么阴就是鬼，这个鬼呀，和这个哪一个人有这个父子之缘的，有母子之缘的啊，他在这个父母有这种性行为的时候，这个中阴身如果要是个女的，她就是啊爱父而妒母，爱这个父亲呢，妒忌这个母亲。要是男的，就是爱母而妒父，啊，
这个中阴身如果是个男的，他就欢喜这个母亲，妒忌他父亲，因为他在千里万里看见呢他父母在那儿有性行为，有一种隐光啊，这个隐邪隐的这种光，他就看见，看见呢因为这一念的无明，所以就去脱生去了。在这个时候，这一念的无明，也就是啊他这个心，所以说不离于心，所见清净啊，他呀所见的是啊很好的一种境界啊。菩萨摩诃萨呀，修行六度万行，既具种种善根的大菩萨，以夫入世也啊和这个是差不多的一样，不离于此甚深三昧，他呀不离开这种的正定正受啊，所见清净，他呀在这个定里头所见的这种啊的境界，这种清净无染的境界。佛子，你们各位佛的弟子，菩萨摩诃萨呀，这个菩萨中的大菩萨，住此三昧，住在这个正定正受的时候，能成就十种速机法。那么说住在这个定里边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有好处。什么好处呢？他能成就十种的很快的这种法，速机是很快的这种法。何者为是？什么是十种很快的法呢？就是所说的速增诸恨啊，很快很快的就圆满这个六度万行了，圆满大愿。在以前呢所发的愿，生生世世所发的大愿，愿意修行，很快就会圆满。俺们每一个人呢也都要认识自己，俺们在过去生中啊也发了很多大愿啊，希望在这一生呢俺们都圆满了它，圆满了它啊就要修菩萨所修的恒门，能入这种的定，那么就会圆满你的大愿了啊。不过我们多数人呢都忘了，把我们自己过去生中啊所发的大愿都忘了，所以现在呀还是那么调皮，还是那么刚强，还是那么样子啊，不知道修行啊，这是很可怜的。俺们听过这个经之后啊，赶快把这个刚强难调难服的心呢要改成啊柔和忍辱的心啊，自己呀、啊、要时时啊的生大惭愧啊，承认自己一切的不对，不要啊啊，总这个我相不空，那个我执也看不破啊，除了我执就是法执，总晓得呀自己是啊什么事情都对啊，这个我执这都是啊，你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对，这就是我执
啊，你呀讲人我是非啊，这个好那个不好，一切一切的，这就是说法旨了啊。这个法旨啊，要不破，我旨要不破呀，这个就超不出轮回呀。啊，哪一个人也不要生一种妒忌其他人的心。你生妒忌其他的人心呢，啊，将来呀会堕地狱的。从地狱出来啊，再做众生的时候啊，就要做那个粪坑里边的那个虫子，天天在那儿啊喝这个尿啊，吃这个粪啊。你说不愿意吃吗？不愿意吃，你也离不开那个地方，离不开那个粪坑里头。为什么呢？你以前就妒忌其他人来着，人家修行啊，你就妒忌人，所以因为这个就会堕落到那个粪坑，做那个粪坑里头的这个众生啊，他觉得在那个粪坑里头啊还很高兴的。你看他那又游泳啊，又蹦又跳的啊，总而言之那个味道不太好在那个地方。所以法光照耀世间，所以方便转于法轮，度脱众生，速随众生业世现诸佛清净国度，所以平等智趋如实力，速与一切如来同住，速以大慈力摧破魔君，速断众生疑，令生欢喜，速随圣洁示现神鞭，速以种种妙法言辞，净诸世间。能得到啊这个速机法，能很快的就以这个法的智慧光明照耀啊所有的世间，又能很快呀就以这个方便全巧的这种法门转于法轮，转大法轮，度脱一切的众生，又能很快呀随着众生的业示现呢所有的诸佛清净的国度，又能啊很快以平等的智慧驱入啊佛的十种力量，又能很快呀和一切的佛呀同住啊，又能很快以这个大慈悲的力量啊摧灭呀一切天魔外道的这个魔君，又能很快呀断众生的疑惑，令生欢喜心，又能很快呀随这个圣解脱得到啊殊胜的解脱，示现神变，示现呢一切的神通变化，又能很快以种种的妙法啊言辞净诸世间啊，说种种的妙法呀令这个世间得到清净。你不要又弄错了，
这个中阴身的男，他也不一定就是做儿子，中阴身的女也不一定就做女孩子。这个时候虽然是这样的，就因为他一念的无明，这一念的无明啊，是他前生的那或者男或者是女，但是到今生了就不一定又是男或者是女了，或者他欢喜妈妈啊就做了女了，他男的欢喜妈妈就做了女的，女的欢喜爸爸又做了男的，这没有什么一定的啊。你在这个上不要又生出一种执着来，懂吗？不有定法的，这是知识讲这个理论啊，也或者不是这样的，也或者你是一个特别人，就做一个特别的样子，也不讲道理。还有我们这个昨天这个果净啊，他也是个前生是个男的出家人啊，现在变了一个女孩子，这也是他的神通，千变万化。一排不讲啊，也就像赌钱似的啊，只因一招错就输了满盘棋，信不信由你。 Way people life 就是 like 甘饼高头诺瑟诺斯维克林诺啊，是干饼搬哦，搬着看有没有钱，输了是赢了啊。所以说只因一招错输了满盘棋，你信不信我都这么讲，就会输了，你要相信或者就少输一点，他说你就相信了，说是真的。出来蚊虫呢，他说哦，这个我是太输的钱太多了。做蚂蚁的也说哦，我也因为没有赢钱，所以做这么一个小动物。有贪有净度，犹如带脚虎，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修道的人又修禅又修净度，这就好像啊，那个老虎生了两只犄角一样。老虎本来就是很厉害的，可是要生出两只犄角呢，更厉害。要再长出两只翅膀来呢，变成飞虎，更厉害。你修禅宗的人参禅打坐，你在呀念佛，就像老虎生了脚。你一边念佛一边参禅，这像老虎生了翅膀。现世为人师，现在呀做人的师表，将来呀就会做祖师。咱们这一次打破期，有亚洲的人来参加这个破期，又有欧洲的人来参加这个破期，逐渐呢在美国这个国家做一个什么事情都是世界性的，不像在以前中国只有中国人参加。
很少啊外国人参加，这是不同的地方。因为在美国这个国家是世界一个超级的强国，超级强国是领导世界人呢一切的事情。什么东西这么想啊？啊？怎么？为什么你们这么快给他们可乐喝？那可乐等一等，讲完开始那个时候再给吗？昨天我已经说了，你还那么死多吧？这些个人呢，不应该给他们可乐喝，他们念佛也不好好念，喝什么可乐？天天哭，还喝可乐呢？啊，一边念佛一边哭，怎么可以喝可乐？哎，现在可以了，现在可以，这个已经成事不说了。Go ahead。你应该在我讲完第一次开始再给他们喝。你现在给他们喝可乐，他们都不听开始了，就挂着。那喝可乐呗，什么都忘了。我这说什么他，I don't know， 啊、你啊，这样子你给他们可乐喝，你即使叫他们不听我的开始，真的，这个人呢，你心不二用，你要不给他可乐喝，他在那等着，哎，回来将来还有点希望，要喝可乐，他要听。你给他可乐，他就这么像喝酒似的，啊，我问的佛，哎，啊，他就什么都忘了，啊，甚至于那个果才把他那个巧都忘了，他因为有可乐喝了，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昨天我已经告诉你了。要等他们要渴的时候再喝，我这讲开始不同，我讲开始是用嗓子，这喝一点可乐是可以的，你们那也不讲什么东西，就这么早喝可乐做什么？你竟给我 make trouble， 把我讲什么都忘了，讲什么来呢？讲可乐。念佛才是真正喝可乐，你不念佛净喝那个可乐那是假的。咱们这个佛期啊，今天几天了？礼拜一天，礼拜一天，今天礼拜二，第三天了。第三天的期间呢，是发生了很多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有的人念佛念得很好的，好像吃糖似的，小孩子吃糖，越吃越要吃，越要吃越吃，吃的不能停口了，这念佛念的。有的念佛念的叫他干燥无味，觉得很辛苦的，坐着的时候腿也痛，站着的时候呢脚也痛，走的时候的呢全身也痛，觉得全身都不舒服。有的人呢就说这个念佛念来念去是干什么呢？啊，也不懂啊，就好像那个老达子看戏，白大公，老达子，中国人叫蒙古人叫老达子，老达子看中国戏呀，蒙古人看中国戏。看来看去也不懂这是说个什么，因为他也不懂话。咱们这念佛也有这个情形，也有的人呢，跟着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也不知是个什么，
那么今天呢，我把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几个字给你们讲一讲，因为念了三天也不知道是什么。阿弥陀佛呀，在无量劫以前呢，也是一个众生之一，和你我现在呀念佛的人没有什么分别。那么他先做一个在家人呢，就修念佛法门，修来修去以后就出家了，出家就做法藏比丘。在做法藏比丘的时候就是一个出家人，那时候啊，他也是一个普通的出家人，并没有成佛。那么他就发了48愿，每一愿呢都是摄受众生到他那个国度成佛的，所以他在第13愿有这么一个愿，说我要成佛啊，我那个国度叫极乐世界啊，是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十方世界所有的一切众生，要有称我名号者，他要能称我这个名的这个众生啊，要不成佛，他要不成佛的话，我是不许正脚，我也不成佛。因为他有这样的愿力，所以我们现在的众生对呀，也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我们这一方面借着我们自己念佛的力量，一方面是借着阿弥陀佛的愿力的力量，这个两种的力量互相帮助，令我们将来就升到极乐世界去，这是我们念佛的因缘。再者，这个南无就是归命净头的一个意思，我们把我们身心性命都归给阿弥陀佛了，这叫归命净头。阿弥陀是梵语翻译过来中文叫无量寿，就是无量寿佛，又叫无量光佛。无量寿令我们一切众生增福延寿，无量光令我们一切众生得大智慧将来升到极乐世界，早成佛道，这是南无阿弥陀佛的大概的意思。要按详细来讲，就一句阿弥陀佛也说几个大节也说不完的。可以喝可乐。咱们念佛最好啊，你要什么也念也没有，连这个念佛的念也没有了，这时候啊叫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啊，你就本来的面目就露出来，所以说一念不生全体现，那个全体呀，就是本来你的面目全体大用，与佛呀是无二无别的，六根互动被云遮呀，你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这六根互动，忽然间你或者眼根动了要观色，耳根动了要听声，鼻根动了要嗅香、闻香、
舌根动了要肠胃，身根动了要脚杵，意根动了就要圆法，这个样子啊就变成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境界了。这个六尘呢就是好像乌云把那个万里晴空啊遮住了一样，那么所有的众生本来的自性都是大光明藏啊，就是因为啊被这个境界所转，所以啊就啊变成众生了。你有六根接触这个六尘，中间又生出六识，